黄磊、黄多多、黄渤、易烊千玺、马天宇、袁泉、胡海泉、张译、王自健、小柯，这么多的明星大腕齐聚一堂，你们是不是以为小编我又到了什么颁奖晚会现场？ No No No， 小编我其实是在 3D 动画电影《小王子》的首映礼现场，这些明星大腕可都是《小王子》的配音演员。当然了，孙俪是来支持老公黄磊和女儿黄多多的。首映礼现场，黄渤献唱的《小王子》中文主题曲首次曝光。不少人在听过黄渤的演唱后大为惊讶，原来黄渤唱歌这么好听。小编我想说的是，咱们的青岛贵妇曾经也是名歌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知道黄渤觉得他和易烊千玺比唱歌，谁唱得更好？就是在某些音域上，我还是比较擅长的。黄老师，您听过 TFBOYS 的歌吗？怎么着也得唱两句，大家才知道您到底有没有听过吧？有，当然。你这挑事儿了吧？没有，就是问一下。当然有。那来两句呗。那来不了，这实在模仿不了。那跳两下还可以。那跳两下吧。在大家伙的起哄下，黄渤果然上套了。易烊千玺一起吧，易烊千玺，快点快点。一起。是吧？行了，可以了，谢谢。